你现在哦，若有时间直接讲这哦，不如想看卖要怎靠近韵如啦，嘛好我陪恁丈人爸。若是伊哦，佫剩无偌济时间哦，上少哦，还佫有享受着天伦之乐。妈，你是不是你讲啥？唉，你拄只讲啥？你是你舅舅王爸，玉罗，有什么话好好讲啦吼？你舅舅王爸为什么要弄好好讲？立夏，妈，我看你今日到底要安怎？你莫阁想要用恁是大家来跑阿，王爸今麦倒伫咧白床顶。你讲安尼讲话，纠缠伊也无命，敢若做大家像你安尼，我讲的敢有唔对？一个人破病，竟然烦恼，破病的人都一个无万一啦。咱林家的气压遐尼大，几百个家庭要饲，还佫有企业责任，我哪有可能伫这个时阵去消停一个病人？这是徐明强，你莫跟你家己讲安遮尼伟大，你就是自私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听到我爸答应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回来看他。你先跟我讲，叫我先顾安，先顾你林家的事业。我想要跟你参详，你就讲你会打电话给我爸，你跟我啊。你知道我爸要选立委啊？你才会跟你讲，你有一个亲家，你才大房跟徐明强较好。你今日输给大房，你才会讲你要听我爸。今晚我爸身体出状况啊，你唔那无关心伊，你讲到这你绝情的话。你真正是吃人狗狗呢！你任何代志，拢爱大家顺你的意，人拢爱听你的话，人拢是唔肯，你都拢全借口，这几嘴都无好话，常常叫我爸去去回来这里听，你搁讲你不是自私？原来你心肝内对我有这么多不满啊！我对你的不满，你林家的钱更加多，徛在那吃，讲到明仔载，莫讲不完。为着钱，本来还可以当忍耐，啊！不过你已经为到我爸当发癫啦，我无得搁同侬啦。玉如，你讲话太超过啊！爸，我的态度这礼拜都是妈变坏的。我今仔日若无把代志讲出来给伊听，伊搁听准讲伊这个大家做了真好呢。你点去？我想到都要点去，啊点去的人是妈呢，恁都要解释伊唔才对。玉如，莫再讲啊啦！啊，不过你不会，因为妈今仔日变到安尼，拢是你生出来，是你先讲，要支持徐明强，妈才会甲歹听话讲对我爸的身躯顶。你是怎个狠心的？你想怎要反背我爸？你是新妇，竟然用这个态度跟时代讲话，你是对还是不对？时代人做得好，敢会跟时势讲话？你要支持我进前，请你家己先反省你家己，你敢有资格做人时代？
支持恁爸，你家己背包，怪恁爸爸才对啦！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恁爸爸无做官的命啦，才会伫这时阵拍背啦！恁世人因也有小好乡哦，这世人哦，干嘛才歹混啊？你话到时还讲到这么绝？你若无想要听，你就去卖房卖你爸爸啦，莫伫这吵架闹家，让大家压榨啦！啊，不过先把清凉回心，你才来做。我即摆甲你讲哦，你浪费的是你爸爸的时间哦，因为唔知影伊还阁有偌济时间会活啦。你莫阁纠缠我爸！你甲我讲诶，恁爸爸叫你毋通出去，你煞甲我走到规暝，拢毋知影通转来。啊，毋过好佳哉，恁爸听袂光，就出去拍球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就准备互伊骂甲臭头啊。你讲煞未？讲煞，我要去整理行李啊。整理啥物行李？你不是叫我出去，我等下看行李，就要等去后头厝啊。你是咧甲我抗议哦？是，又讲安怎？好歹你搬看卖，我着搬互你看。你敢？我哪唔敢？自从你纠缠阮爸以后，你着注定袂受着我的尊重。真好，你若唔知影尊重我。我阁予你一只鸡，无法度徛起，我唔惊，因为无法度伫咧这间厝徛起的人是你，因为你这个大家无担当，伫咧美国做生意的时阵，你着出一寡傲主意，叫我甲志文去执行，结果失败去啊，甲志玲拢塞对我遮来，我叫你这袂用的，那袂用的，你着唔相信，讲要甲大房拼。结果拼出什么物件？事业放弃啊！你着讲我无尽心。你当做做生意，是甲对付大房同款，出一支嘴就会用的啊！你看大妈袂顺眼，你要我去刁难伊。你看吴佳云惨吧，你着叫我去对付伊。有你这种大家，我什么代志拢爱做。你讲。我阁有啥物唔敢？你卖啥物拢
母老为我才来啦。我讲的每一项代志都是事实。假使你若不敢承认，你就莫了啊。也那无，我会伫阿嬷的面头前道这个代志给伊听，我才看阿嬷会甲你带去你公妈听，假死你无？安怎？唔敢讲话啊？你这种人就是惊歹人啊！若看人好欺负，就软土深骨。我真正会顺你的意，是因为我代表你是我的大家，我惊志文的未来。啊，不过你对我后头做遐个代志，我袂阁吞忍。先反省，时大无时大的款，时势当然嘛无先时势。你对我甲阮爸做甚物代志，只无讲清清楚。我唔知要安怎阁面对你，嘛唔知要安怎甲妈继续生活，我想要阁忍受。你滚！是上帝为难下嘛？若是要搬厝买断啊，嘛用啊。你两个人离婚，你若是不爱跟我结婚，你未来二十年咯。就拢无去啊！我今无讲，我甲求真安安尼求你，倘讲你真正唔肯回头，我无安尼就放弃。李德柱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新就任的营运长秘书曾凯欣曾秘书。这个查某囡仔是咧替谁服务啊？我无甲遮尼认真。你好，我叫林珊珊，请多多指教。这个上辈那叫你奇怪啊，礼多必有诈。来啦。我爸请你领出小鲜肉，不休息。你忘记了吗？啊！哎呀！你现在差什么银阿叔啊？你那是真正想要留伫北哦？我介绍伊来做保全或清洁工，啊？你皮匠在欺负人？保全，保全，快打人，打人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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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你若是真想要跑去后头厝，你去啊！你学遐张正浩啊，对着我爸说错话了。我委屈就这尔啊多，我是安怎要放弃？我一定要让伊回来我的身边。你想落来，你甲张正浩会有好结果啦！我就要在这儿话，我就要讲这。哎，阿叔，阿无你爱做办怎做？你讲啊！我爱你，亲嘴甲正浩讲，你原谅伊。你袂阁做同意，你袂阁破坏阮的感情。黄世昌，想袂到你嘛有今仔日啊！